看看新闻网。卓林说的，现在大家都比较注意饮食啊、养生啊，这个老化的程度呢，其实挺慢的。有的女神就是经得起老，经得起等。比如接下来说到这位周慧敏，前不久客串了电影《等一个人》，咖啡引得大家争相去电影院膜拜，说这么多年了，她还长那样。不过之后，女神好像又准备要默默地低调起来了。难不成说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又要等好多好多年才能再见到女神了吗？婀娜的步伐，优雅的站姿，再时不时拨动一下秀发，大家瞧见了没有？靠脸吃饭也得凭本事。这画面美到让人无法直视，那同样身为女人的小编就不得不挑刺了。身段脸庞咱比不了，我们就来比比牙齿吧。这难不成是光线的问题吗？可是并没有。纵观以往，不论是大太阳底下或是发布会现场，周慧敏这牙齿真是黄得耀眼呐。有着一口比皮肤还要黄的牙齿，究竟是怎么练成的？看到这，宅男们恐怕要捶胸顿足了。但是这件周慧敏的场面绝对是要珍惜了。当天宣布今年要全面减产休息的周慧敏，可不是你以后想见就能见了。希望今年可以减少30%工作，因为去年花在电影的时间，还有花在做专辑的时间是太多了。结婚7年至今，周慧敏突然要给自己放大假，但这休闲的时间可不是用来全力备孕的。希望今年可以好好去休息，照顾好我自己的健康，然后才有能力去照顾我家里的猫猫。娱乐新天地，做女神的猫好幸福，综合报道。